从很多不同的人身上，我一直在学习爱的运作方式。有人说那是一种本能，也有人说那是一种复杂而精密的技巧。无论哪种说法，我都同意，也都反对。但如果你要问我自己的看法，我目前相信，爱也是可以学来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对它越来越熟练，掌握它真正的样貌。但你也知道，学习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我们参照的对象越多，最后的结果反而会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。换言之，那些一成不变的爱，反而是一种危险的自我满足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这会儿还真的很没耐心呢，是对话题提不起劲，还是对我提不起劲？好啊，那就来聊聊你的话题吧。比如说，学来学去，你最终选择了把孩子们骗上了月球。就结果来说，总比单方面的跟着你们混要好一点，不是吗？他们可没有陷入一场虚假的美梦，而是作为珍贵的新人类，被许诺拥有一整个世界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因为我不够尽职尽责，他们只能相依为命，完全靠自己活下去。以后可不会了，无论世界谁和你们，谁输谁赢。杜鸦，这些话你有亲口向孩子们说起过吗？怎么会呢？那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虽然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，或许迟早有那么一天，但是那些不必要的生存技巧，我并不想亲自教给他们。当然，也希望他们即使学会了，也永远不要用到。归根结底，你也不认同圣痕计划的正确性。但跟随着他的确是我的最优解。所以你也会继续作为他的维护者，挡在我的面前。别那么咄咄逼人嘛，大小姐，我再怎么说也是拿世界蛇工资的干部。况且在圣痕计划启动之前，是世界蛇给了孩子们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在圣痕计划启动之后，是世界蛇给了孩子们光明崭新的世界。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又能怎么选呢？别误会，我没傻到会像一个孩子那样去抱怨什么你根本不懂。我只是想指出，你我毕竟拥有迥然相异的人生，你只是黑暗的过客，从头到尾都属于光明。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就放手去做，世界蛇给我的任务里可不包括说服每一个对手。那你又为什么要出现在我面前，还如此之巧的在这里？不是说过了吗？真的只是偶遇而已。我心情不好，想找个地方散散心，结果却遇到了另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呢。在这种地方散心？别忘了现在掌控局势的是谁。从世界蛇的视角来说，这里就是风暴中难得的一片宁静港湾。谁又能想到让它得以存在的原因就是你呢？牙医，和你相比，我才是那个没有去处的人，一直都是。别墅小岛对你来说可不是难题了。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我是救世主的追随者，眼看着他将世界毁灭而后重新开辟。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成为一整片大陆的主人。但牙医，或许你听过我的一些旧事，在小岛沉没之后，我有多么的难以接受现实。可如果我当时梦想成真，一切对我来说就真的会好起来吗？你是说你宁可拥有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理想？别说的那么直接啊，很丢人的。不过如今被牺牲掉的普罗大众，大家不都是这样吗？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用无望的梦想吊着自己，做着完全不知道有何意义的事情，度过短暂一生。雇佣兵、酒保乃至别墅小岛，他们既是我的生活方式，又是我的生命毒药。不过还好有人会叫我老师，对吧？听上去你倒更像是适合去做梦的那一类人呢。
我也这么认为，但是很可惜，我偏偏又是一个无法做梦的人。倒也不是说我像尊主那样特殊。你知道圣痕计划给予众人的梦境究竟是什么？把所有人的幸福瞬间连接在一起，彼此分享。说实在的，如果对他人而言的幸福能够让我得到满足，我还至于成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局外人吗？局外人倒是很贴切。所以你的散心结束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嫌我唠叨了？事有不巧，我还想赶点时间。好吧，那我也不耽误你了，雷电牙医大小姐，再会。目前为止，你面对我的时候是两胜一负，我可是准备把场子找回来的。太轻敌的话，可要吃到教训了。那你刚才应该说永别才对吗？所以，哪一方更有希望取得最终的胜利，你就选择站在哪一方。只要结果能够接受，我没有立场可言。就像灰蛇常说的那样，所有普通人，大家都害怕真正的自由。而且厌恶新事物，不就正是渡鸦的习性吗？我早说过了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至少这次在结束后没有谁压着谁那样的情景，我可受够了。3-1了，大小姐，但愿我还有能翻盘的时候。你走吧。我还是不理解，说到底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都说了是巧合，虽然巧合也未必不会被人利用。对我自己而言，的确只是想和你聊聊而已。人都是这样的，以为自己只是藏着心里的话不说，但等到想要一吐为快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倾听者。要不你跟我走。啊，算了，你是要去拯救世界，那是只有年轻人才愿意做，也只有年轻人才能做到的事。我大概已经老了，只想等待世界拯救自己。你真有心的话，那就在属于你们的未来多给我说两句好话，帮我争取一个保释出狱的机会吧。另外，时间也该到了。时间？哎呀，我忘记提醒你了，有时候肉体上的疲倦会让精神变得容易被趁虚而入。杜雅，你怎么了？这才算扯平吗？你多赢我两次，我也多让你睡过去两次。你现在最后的工作也完成了，对吧？的确，但你恐怕并不能光荣退休。鉴于你刚才的反叛之举，我决定立刻将你从世界社除名。反叛？
你在开玩笑吧？你的确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，但却也说了自己不该说的话。在我看来，你根本就是为了给到他某个暗示，这才不推脱我的任务。哼，你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无聊的灰蛇了。那你打算给我安排什么下场？如果你运气好，他陷入了永恒的沉睡，看在过往的交情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如果正相反，他在你的帮助下得以逃出升天，我倒是可以多费些功夫，在不久的未来把你们两个合葬在一起。哟，你也变体贴了吗？什么时候准备去找个机械女友？开个玩笑罢了，梦境困不住他，雨兔不是早就试过了吗？也别把什么我让他去面对真正的自我了再重复一遍，这种谜语早都过时了。我让他去面对真正的自我了。算了，我果然不怎么喜欢机械脑袋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在结果揭示之前逃命去吧，娜塔莎西奥拉。现在你也是世界蛇的死敌了。除了你们这些机械脑袋，世界蛇也早都不剩谁了吧。